Hello，大家好，我叫 TJ 杨浩轩，是来自多伦多赛区的。音乐对我来说呢，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，不管我开心也好，不开心也好，音乐总能在我不开心的时候能带来给我带来快乐。今天晚上呢，也非常荣幸进入加拿大的前16强。今天晚上我非常希望自己能发挥自己最好的状态，然后展示给观众们，希望大家支持我，谢谢。的决定，不敢勉强你，只好为难自己。